就说面子问题的话，那么就是狗屁，对不对？什么你给我面子，你不给我面子，我说的难听点，关我屁事呢？今天腰不大舒服啊，所以说我躺着跟大家聊一期啊。那昨天的话呢，我收到一个女生的这个来信，说大白老师啊，我跟婆婆呢关系处的不是特别好，过年期间呢在家期间呢就闹得不愉快，完了就气呼呼的回到城里来了。但现在呢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，完了家里呢他说有5000多块钱一个月的这个房贷需要还，是吧？他们小两口现在都不敢闲着嘛，完了每天起早贪黑去外面挣钱啊。但这个孩子的话呢，他说就靠我俩真的是忙不过来，哎，他说请月嫂的话也根本不现实嘛，目前就只有让这个婆婆过来带一下孩子了。但一想到又得跟婆婆生活在一起，压力就好大啊，而且自己还闹过不愉快，怎么放得下脸子去叫她呢？我说这个事情我擅长啊，我说你就听我的，哎，今天你就直接去打个电话给你婆婆，语气就放软放甜，哎，你就让妈妈过来这个家里住段时间，正好陪一陪孙子啊，来来带带一下大孙子的话，老人家天然就高兴的。但是毕竟的话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你跟他之间会有点不大对劲，是吧？所以说他也会顾及你的感受啊，所以说你这边只需要先自己表个态，他才会放心的来。而且这个电话呢还真就得你打，因为你老公打呢你妈也吃不准儿媳妇是怎么个态度嘛，对不对？老妈啪一来的话，孩子接送啊照看啊问题全部解决，是吧？你俩就可以安心做事业了嘛。就说面子问题的话，那么就是狗屁啊，尤其是你跟家人之间计较个什么面子啊。我当时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跟你一样的，老跟家里人尤其跟我妈闹别扭赌气，哎，我性格刚嘛，我妈性格更刚，所以说我们俩老闹不愉快嘛。但这几年哈，那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俩也还会争吵啊，但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变了。我基本上就当下生完气之后，是吧？立马你们第二天或者当天晚上我就没有气了，然后照样第二天没事人一样跟我妈，该说啥说啥。如果说她还在气头上的话，我就耍无赖，死皮赖脸就逼她跟我说话。因为第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娘就是娘，你再不对的话也是娘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跟她相处嘛，计较什么面子啊？我在娘面前赢了面子又如何？输了面子又如何呢？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啊，我说我为什么会顿悟到这一点呢？因为你这几年哈，哪怕外面出去应酬去社交去，我都快有点没兵没脸了。我感觉我这个人都不要面子了。你比方说，我像现在夏天出门，我基本上都是这个拖鞋、短裤、老头衫，然后就戴这个帽子。我也不开车嘛，我也没买车嘛，是吧？要开车我就平时租各种各样的这个车我在开，出门代步我全是滴滴呀，是吧？然后跟人去喝酒、社交场合应酬。是吧？那有朋友看得起我的敬我酒，或者说跟我聊几句呢，那我就客客气气的去回人家几句。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对方根本不鸟你，是吧？他就找哎更有权势的地位的人去聊呢，把我冷落在一边呢，是吧？或者说跟我应付几句呢，我也不在意，以前可能会在意，现在也不在意。说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在意这个点呢？因为我现在每天的行程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。啊，我就一想到，哎，我今天吃完酒回去的话，我有两个视频要录，我还有两个客户要辅导，晚上我还得测试一款零食，要给粉丝拍一个带货视频。我现在每天心思全在这个地方了，说能让我活出人生价值跟意义的这个事情，全在这个事业上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你给我面子，你不给我面子，我说的难听点，关我屁事呢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是李嘉诚还是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真的讲得非常对，年轻的时候没感觉，现在的人完全懂了。大致意思是说，当你放下面子去挣钱的时候，说明你这个人真的长大了。当你用钱挣到面子的时候呢，说明你成功了。当你光用你的面子就可以换钱的时候呢，真就说明你就是个人物了，是吧？但如果说当你还成天还在计较面子，跟人在酒桌上争个面红耳赤，是吧？成天在吹牛说哇，认识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成天在动不动就吹嘘什么自己什么牛逼的家世什么的，基本上也就说明啊，你这个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啊，话糙理不糙吧。当然，如果说你连这家人亲情的这个面子你都还放不下的话，那你自己想。我其实有一句更难听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啊，但是我说考虑到你是我的铁粉，我不忍心说，呵呵，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啊。但是我真心希望你好，而且我也相信呢，你这个小家庭会越来越好，你说呢？